你心所想得到怎样，说不定成双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未来绝不危害百姓，绝对不做不义之事。苏魂君，为的秦香秀一日夺位，分别在即，准备言语就收下吧，说出我需要的温柔。莫随你便相信吗？我信任你。好，我心思绝不危害百姓，绝对不做不义之事。你注意听来，当你一出翠宽山，便向东直直，往到十里山，就到十里山来。我相信时间相处便会伸出援手，设法让你避开阎王的追踪。好，苏魂君，你出我出现在你的面前时，希望你能认得出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飞攻急急，为夺票阎王兵士对手先手，一路急往苏里山。苏里山，只要落入苏里山中，我便解脱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快够了！我的心思已经终结自由，你何不回到本王体内？有真简单，我不想一日为我。那你分成两个个体，我不分开生活，只是残忍荒，靠着贤惠素魂金，最后你还你本体了吗？但真可惜，也是被我堵掉了。今日我能要用这收入你心思，哎呦！天魔魔哟！就在危急之际，突然听到熟悉的名字，就讲龙盖之来。苏都车小王国，这是红缨花瀑布，是最红缨有什么？报告，苏里山后报告醉公音同时出现，阎王金身一对，是时间的报喜吗？想死吧！想了我的大事，我的那我岂可？最会自己咯。哦，时间限量的歌手上古，我心思突击咯。希望，哦，迎击不迎击不迎击不迎击。哦，要记住，希望。所谓都市变化，一直是超空间环节都崩溃呀！阎王的不甘，阴毒的凶，爱枪一天。此以来不归路。从这真正有中性，
无边吹不回动所迄个可爱的北狗，只有一个颜面神经失调的醉公音，伤心之下，我当然只好自己办，自己临坡照样找朋友。无聊。喂，你究竟要受气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吗？终于想到我了吗？好。